稣，佛祖，神有没有份？我过去总未及操控关注，至亲求神护荫，为了海上。二十世纪末日未接近时出生，繁华盛世怎么竟不会抗拒秘密？从不愿意细致地去待人，为何又要父母操心？二十世纪越大越怕为情牺牲，祈求被爱，偏偏经封闭对镜自困，从不习惯去勇敢爱别人，谁人又会因起暗地震？越怕为情牺牲，祈求被爱，偏偏竟封闭对镜自困，从不习惯去勇敢爱别人，谁人又会一起看地震？从不习惯去勇敢爱别人，谁人又会一起看地震？欢迎晒大家收睇。超級真係開心啊！真係可以同 Joey 哥合唱，我都好開心，因為我要問問題啦嘛。今晚係點啊？整個難嘅你吞下先。係嚟。今日嘅主題係零零年代出道嘅女歌手啊嚇。夏科，聽講你好熟悉嘅喎。二千年代咧就係我哋樂壇咧其中一個好光輝嘅一刻嚟嘅。咁啊嗰陣時都好多人留意樂壇啦。咁所以有好多經典嘅歌曲咧都喺嗰個年代出現嘅。咁所以今日我哋揾咗三位好嘅歌手上嚟咧，一齊重温咧就係二千年代出道嘅女歌手嘅歌曲嘅，佢哋分別就係薛凱琪啦、鄭融啦，同埋胡慧思。而我已再没有像蜜糖黏滞。清风中得出小女子对爱的总结，再遇对象时分一番恋爱史，未明白当天怎么对峙。想对爱的清算，接近过已时小心地找个点，也如月新鲜得不会变。
又再跌入一生一世那个夸张的妄想，能自由出入地游览。油彩的诗，挑客的歌，掌艺囊藏的珍宝，听不到，触摸不到，只给我闻得到，犹如走不带路，一双的画布。他的口多么的渴，他写进了书包。阳光的身影，我的心掌，不过是你清酒。歡迎曬三位上到嚟 Chill Club， 係好緊張添，三位靚女喺我側邊。嗱，咁啊，即係其實三位咧都有好多好好嘅作品啦。咁好想問翻，其實你哋咁多首作品之後啦，有冇一啲音樂類型其實你哋特別中意嘅咧？我就越嚟越中意唱情歌，我以前其實會想唱快歌多啲，但我最近我覺得唱啲情歌咧，啲 ballad 咧，其實係一個好好即係抒發。
情感嘅一個方法咯。冇啊，我特別中意唱阿容同阿超嗰啲歌咯。啊，其實都好中意，係咪唱好蝦生？好係啊，中意飲阿容嗰啲水咯，同埋多喝水。多謝，身體健康。謝謝你啊，阿超咧。其實我咩類型嘅歌都好中意，即係就算係 rock。抒情或者跳舞有節奏的歌我都很喜歡，即除了出歌以外還有沒有一些新搞作我們樂迷可以期待一下的呢？近來第一次嘗試用自己的品牌去做了一些產品出來，就跟自己的新歌有關的，另外也很開心，即做了一隻愛護動物的一個大使。 Fiona 呢？沒有，我接下來半年除了音樂都仲係音樂，因為之前就用好多時間拍戲啦，咁所以想回饋翻我所有嘅樂迷。咁我今年會係同步國語加廣東專輯一齊錄。我今年想 focus 多啲喺 songwriting 嗰方面咯，因為啱啱同 Adrian Chan 就做咗 co-write 咗一首歌，就一字半解呢首歌啦。咁其實好好玩咯，所以我好想喺 songwriting 嗰方面又係咯去進步咯。好，咁我哋傾住咁多先，我哋轉個頭繼續 Chill Club。
没也说过第一个是你，但我最怕下一个是你，但这秒我正识得不到你，愿我失恋名单结尾最后一个是你，不要再有分手气，其实犯骗了错误先碰着你，自信我会懂怎去爱你，盼望最喜欢那个是最后，但最后未想过放弃，但被人放弃，变成前男友的你，走，于是更喜欢自由，相爱不够，随意说借口都够，分手在最后，就似所有过去男友。鄭融，我知道你今日都帶咗你嘅新歌《多喝水》上嚟啦。冇錯，呢首歌係關於啲咩嘅咧？呢一首歌咧，就係除咗想提大家要多啲飲水啦，平時亦都好緊要嘅，自己心靈都需要多啲喝水咁樣，就好似其實灌溉自己嘅心靈啦、身心靈都好需要我哋關心多啲，因為好似而家即係疫情啊或者大家有唔同嘅壓力同埋困難會面對，喺呢啲時候就更需要去自己關心多啲自己咁樣咯，所以就係明天又係一個新嘅開始，明天又係一個希望，咁所以係一個正能量，好开心带俾大家鼓励嘅歌。好，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将个台交俾你，俾啲正能量我哋啦，好嘛？ Okay. 我都好期待听郑融小姐咧演出呢一首《多喝水》嘅 live 版本嘅，一齐听下。
这天讲到他还是死完，哀共受不去解决，还会作孽为是。冲开心底那蝴蝶结，强大先可以撑过去，还未醒请去泼冷水，全人都只看眼泪，怎够眼泪看人才更累，长命先可以撑过去，痊愈中应该多喝水，还未结局原地康复，谁话歡迎回到嚟 Chill Club， 又嚟到推介新歌嘅時間啦！喺我身邊咧就有 Pixel 帶嚟你哋嘅新歌《Braceless》，呢首歌係講關於啲咩嘅咧？其實呢一首歌，首先我哋有好有幸咁樣邀請到 Joel 做我哋嘅作曲編曲，另外作曲咧有徐繼忠先生，填詞就係林寶。咁而 Braceless 呢首歌嘅中文意思咧就係唔戴牙套啦，咁啊即係叫人哋唔好隨波逐流，做翻真正嘅自己。啊，呢樣都好緊要嘅。喂，咁但係我想問啦，即係。轉頭就要演繹，有冇少少嘅緊張啊？你哋點止少少，好緊張添喎！哦，咁樣我幫你打下氣好嘛？多謝多謝，出去個舞台啦！好，唔該，應該幫唔到手，都真係期待嘅。話曬都係第一次上嚟表演 ，Braceless， 大家一齊細心留意啊！不想太有礼，再见就那天过分文艺，记熟每本是爱规例。好想有智慧，被拒绝通通了大无谓，爱情浪费仍受惠。点击那去世，问网络教主也甚无谓，责备并能为草关系。心思要有细，莫为大理想才实际，而令我成病。未实现事太多，现实快乐光拍照也靠照灯庆贺，痛痛快快尽快松绑，头头晕晕无冷汗，世界快住光渴望再躺，根本不介意挤迫到市场有点实质，迷迷混混十二万寸，根本不介意喜欢失意又跌多几次，就算跌崩一隻牙齒。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。 不想太節制，面對挑戰都繼續前衛，替自信心做個守衛，好想跳國際，任性面白放如末世，難定我停或者梦那科现实教学，不叹气也算气体化学，痛痛快快
盡快鬆綁，頭頭暈暈冇冷汗，世界快曙光渴望，別再拖，根本不介意，擠迫到市場有點實質，迷迷混混十二萬轉，根本不介意，喜歡失意又跌多幾次，就算跌崩一隻牙齒。话、yeah, 你学佢咪极好，冇用嘅大佬，喂细路找数算数，有冇制度多个嘈得我明白到明系摆布，根本不介意逼出新意，没有位何时来来回回十二万转，根本不介意输多一次，睿智升一次，又会再长一只牙齿。以下公布2021年第八周超级推介榜十首上榜作品。第十位新上榜 Jace 陈海泳《虚拟人与我》，今次找来天生二品班底冯汉铭、钟雪、Hers 一起创作新歌。到底活在网络世界的虚拟人和现实的人有没有发展空间的呢？听下这首歌可能你找到答案呢。第九位上星期的第六位，今周下跌三级，叶巧林《浸浴》。第八位上星期的第九位，今周上升一级，林欣彤《无名指的勇气》。为何一相处也就发现早已要一起。第七位上星期的第一位，今周下跌六级，陈奕迅《是但求其爱》。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。第六位上星期的第七位，今周上升一级，泳儿《所有遗失的东西》。灵魂撕开。第五位上星期的第八位，今周上升三级，吴林峰乐坛已死大合唱团《乐坛已死》。第四位上星期的第三位，今周下跌一级，岑宁儿《常愿意》。第三位上星期的第二位，今周下跌一级，薛凯琪《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》。第二位上星期的第五位，今周上升三级 ，COSTAR 集合霸地球保卫队。除了保卫地球 ，COSTAR 你记住要保住三甲位置，希望做埋冠军添啊！第一位上星期的第四位，今周上升三级，容祖儿《东京人寿》，再一次恭喜晒祖儿攞到咁好嘅成绩。鼓励啊！喺度要多谢 View TV 对我嘅支持啦，咁亦都好多谢我嘅乐迷啦。咁喺而家咧，叫我冇乜第二个心愿噶啦，攞第三次冠军啊！讲笑啫，梗系唔系啦。希望可以快啲同大家现场演绎《东京人寿》。咁啊，继续祝大家身体健康啦，拜拜。手边竟已没储蓄吧，勒停吧，仙境可以碎似烟霞，我又怕下次换了练好路边不再有花，省了它，担心经济下秒更差，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，坏事竟讲着笑话，快乐会不会重再忍一下，怎会毫无代价？明年保了寿命，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？明年即使有热血，错认错说，又如何约定？趁一切都正好，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彰显，随意。
情人当然爱情人，常和心不要去问，缠绵怎可及催促诞生。今天是不应该，手机中要你是爱，现在附近令你没自由出外。我是活该，逼不你被深爱，也不满以泪落下来，吓得你知错，可否乃念最初，再苦都快乐过，要告别惩罚我，怎可？像最初，再苦都快乐过，大当爱变厌我，那可。连专心都放开，认错。静下了，任我躺卧。然而他似白雪不断融掉，留下我没法一世抱着过，还有一刹笑着过，凭这感觉爱下个，难道我会愉快的多？着雪亦已相聚，然而他似幻觉早被埋在年月里，忘记知觉错或对，时间总会过下去，总会过下去，还会找那个伴侣，难道我会再去记他好处，凭回忆制造这自欺的笑话，如何可以不爱他？命运种下什么偏差？人最多的心愿，用最深的积算。从此再遇上火花，也会擦亮这个伤疤。
伴我征途，孩子，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，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，偶像全部也不到。站在树林内，就如没氧气，就夕阳下寂寥吧，没权力见你。早知高的山，低的谷，将你我分隔两地，失去人情味。你那贵重游戏，我的街角游记，天真到纯真心。再一次多謝曬三位上到嚟超級同我哋唱咗咁多首好歌，咁我哋今集時間咧就差唔多噶啦，我哋下超級咧繼續會有唔同嘅歌手上到嚟同我哋繼續玩過噶，咁等我講節目嘅最後三個字啦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
记得 subscribe 呢个 YouTube channel，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节目将会定时上架，揿埋个铃铃，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。